让他学不会，然后我们就要一起搏。对，听见吗？一起搏。哎，同学，现在会算歪的，粗略。啊？粗略。歪是什么东西？歪啊？歪是什么东西，同学？然后先告诉他歪是什么东西，就是什么意思？是垂直的东西哦。什么叫垂直的东西？垂直的什么东西？正的，它这样就歪了。我们现在歪是什么？要求歪是什么？我们求歪要求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在讲垂直。我们要求歪要求什么？求垂直的坐标点，对，也就是说它现在运行的高度在哪里？哦，那运行的高度呢？简单来讲 ，y 会重复哦。你看，从零的位置开始往上移动，对不对？嗯、移动到最高点之后呢，它开始往下掉。所以它每个地方都经过两次啊、哦，对吧、嗯？只有一个地方经过一次什么？零。最高点，零点是经过两次。那从零点是高。最高点就经过一次，其他的任何一个点。对，数据为零的点哈、哦。OK， 好。所以我们要算 y 值，实际上 y 值很简单，就是这个 s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s 是假设这个速度是往上，加速是往上，它是不是这个面积就代表它的 s？ 就是这个。是不是？就是它的面积就代表它的移动距离嘛？嗯。对吧？对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解出来这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往把它看另外一个状况，我把这先擦掉了。好。假如我们的图再改一下。这图改成这样子。嗯。加速度一样是 a， 只是 a 小于。有啊。好。接着怎么办？我们是一样的预示。嗯。这一点的速度是多少？v 零减 at 吗？我已经告诉你 a 小于，所以这边还是加 at 哈。懂意思吗？不懂。因为 a 小于零嘛，所以加的话它就是小于零，所以它越加越小啊，因为 a 是小于零嘛。懂意思吗？懂了。这是代数哈，这是数学的代数。啊。a 小于零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写加就可以。如果我现在没有告诉你 a 小于零，我这边就变成减了，对不对？哦。啊，但是 a 是让小于 a 小于零的时候 ，a 可能是负三。嗯。所以你 a 带进去负三的时候，你这边必须是加，它才是减三啊。嗯。如果你写减的话，减乘上负三就变成加三了，它就越来越大，它就不会越来越小。但懂意思吗？懂。负负得正的意思，知道意思吗？我们在代数的时候，通常你代多少就是多少，就你不会去把它改变它的前面的符号。所以，请问我这时候这个面积，我这公式需要换？嗯，一点都不需要换啊。是一样。是不是？为什么还是一样？你说。那就算掉、减掉下面的。减掉什么？减掉这块吗？不用减了，需要减吗？不用减吗？需要减？刚刚的图长这样子啊。哦。对不对？哦。相反的。哦。没有对不对？这个情况是 a 大于零啊、哦，这个情况是 a 小于零啊、哦，这样问题。没有问题，对，没有问题哈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，这个面积这边是 v 零，这边是 v 零加 at， 是跟这个基本上是一模一样，只是这个 v 零加 at 在下面，这个 v 零加 at 在上面，因为 a 大于零和小于零的关系。哦。这样问题？没有。完全问题，没有问题哈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得出来的距离是这么大，有问题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关键点，我们这一直往后跑，一直往后跑，一直往后跑，跑到这里了，哎 ，t 在这里，哦，这个
距离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有所改变？不会，不会啊。零啊？这个所走的距离，它所走的距离不是三角形面积，这样是三角形面积，是让它减掉这个三角形面积的。嗯。会不会有所改变？会。这公式会不会改变？不会，它三角形，像是三角形，不是它是全。啊，它不会改变的，它不会改变，所以公式就是这么简单，公式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公式。啊，所以基本上我如果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呢，我就 y 等于什么？回到我们刚刚题目 ，y 等于什么？很简单 ，v 零是什么 ？v sin θ。t 是什么？前面解出来 t 是什么？矩分之 v sin θ。哎，我擦掉了。对。矩分之 v sin θ， 对不对？对。实际上我们那边不用写，那个 t 不一样，这 t 是任何一个 t， 所以 t 还是唯一的 t 哈。加上二分之一 g 是 a 是负 a 加上就是负 g，t 平方，所以等于什么 ？v sin θ 减掉二分之一 g，t 平方，这边还有 t 哈 ，v t sin θ 乘上减掉二分之一 g t 平方，就是 y 值。所以呢？假设我想证明这个东西对不对，我要带哪个值去证明？一，第一个带零嘛。如果带零，是 y 等于零。对。那接下来带哪个点？我们知道三个点啊，不是吗？带 t 就好 ，t 带这个东西带进去，让最高点不相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把它带进来看看，等于 v， t 是 v sin θ 除上 g， 再乘上 sin θ。减掉二分之一 ，g，t 是 g sin θ， 平方，对不对？要减掉嘛。可是你看到这两边都有 v， 都有 v 平方跟 sin θ， 我这边有 v 在这边，所以是等于二分之一 g v sin θ， 平方，跟那是一模一样。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就是简单，这么简，好，把写干净一点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我看。哦，等于 v sin θ 乘上 t， 对不对 ？t 是 t 是 g 分之 v sin θ 减掉二分之 g g 分之 v sin θ。平方是这样的吗？对吧？好，这边是一个 v sin 的 v sin 的，所以 v sin 的平方除上一个 g， 简单什么？这边有个 g， 约掉一个是 g 二 v sin 的平方，这是有分子平方哈，这是减二分之一嘛。所以减掉之后，这就不见了，是二分之一，啊，所以就是结果有没有证明？这个也是最高点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再把二 t 带进去，它应该得到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落下来。哦。后面会把它盖掉。嗯。跟前后会一样大。对啊对啊，前后会一样大，这个值会跟这个值一样大，所以它就盖掉了，因为这边变二 t 嘛。二会等于二分之一。OK。所以有问题，所以你看，基本上我们代数就这样子，你不用再分正负号了，我只要解出来 a 小于零或 a 大于零，这个在这边我们都得到证明，这个结果 s 知道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，就不会管它说它到底是大于 t 或小于 t， 还一分好几段的解释它。实际上你愿意这样做也没有关系，你在做后面得到这个是用，没有很多，我为什么他可以拿来这样子？所以他就。Y 长得不太一样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现在讲 S 等于 V T 加上二分之 A T。这个不是在一个有初速、有加速度情况之下的运动距离吗？对啊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很理解，这样怎么看它的距离？怎么看它的距离？它是负 G 吗？负 G 对啊。负 g 的是斜线往下，它会掉下来。那掉下来，那掉下来就 g 往下，是不是变负的距离啊？所以
你这样高度不是不太一样吗？高度不太什么意思？你这样只算到它。没有，你扣掉了。这个你们需要啊、哦、我老实说了，我高一的时候大概就像惯有一样，我只能用这种代数方式去解这个题目，因为我的观念就知道说，哎，它到最高的速度是零，所以用几何观念代数去算一下它的，用算斜率嘛，去算它三角形的高度，就可以算出它的时间，它再乘上两倍，就知道了。我到高三之后才能够列式子，但是这中间需要一些练习。需要你回去之后看了题目，再去思考一下，哎，是这样子吗？自己算算看。你没有动手哈、哦，你没有动手，你绝对想不起。你没有动手做过一遍，你绝对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好，老实说，我看各位的表情，你真的动手看不会超过两个。真的把这个题目从头再演算一遍，我已经演算过一遍了。你回去要把我的东西遮起来，自己再想一遍，做一遍看看。课本上有例题，你一定要看一遍，遮起来，自己再做一遍，有没有问题？证明你自己会。你这些工作都没有做，你不要想说你会学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啊，不可能的结果就是我只讲，就是哦，有这东西，哦，我知道有这东西，也许我以后用不到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啊，那就我们就继续往下讲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学会，如果你真的想学会，你那个功夫不能省，你一定要自己算过一遍，就跟算数学一样，再算一遍，好不好？甚至至少要算三遍、四遍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在解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高中的时候应该至少解过十遍以上。同样的东西，算过了，隔两个月忘记了，再重算一遍；隔几个礼拜忘记了，再重算一遍，一直重算，一直重算，不断的算，你就会记得，就把那个整个逻辑想一遍。哦，我没有很聪明，我这样做，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你如果说听一遍就要懂了，我觉得那是天才。你是天才，举手了。没有。啊、哦，真的听一遍就懂了，那是很厉害啦。如果算两遍就记得了，那还是很厉害，非常非常厉害哈、哦。那我没有办法。我记得做法是，哎，我懂了，懂了都会忘啊，忘之后就要重算，自己再拿课本，拿着笔记重算。那你都没有做笔记的习惯，所以你们有机会要拿相机拍一拍，哎，这边写出来，我还没看过，我还不会算，拍一拍。为什么叫你预习？你预习过就知道我重点哪里不会。所以在讲到这个重点的时候，拜托大家多听一点，多听一下。哦，这样容易。好，抛物线的运动大概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东西叫做参数式哈。如果在数学来讲，这叫参数式。参数式的意思是说，我给你个时间 t， 你会给我一个 x 跟 y 的结果，或者你可以告诉我说 x of t 跟 y of t 的东西。那 x of t 等于什么？从这边来看的话，就是 v cosine theta 乘上 t 嘛，对不对 ？y of t 等于什么？就我们刚刚写的 v 0 t 减gt 平方，二分之一 gt 平方，对不对？那 v 零是什么 ？v sin theta t 加上减掉二分之一 gt 平方，就这样子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它的参数式。我知道一个时间，我带进去这个地方，我可以分别得到 x 跟得到 y。我得到 x 跟 y 之后，我就可以空间中画出那个坐标轴，画出那个点，很重要，把那个点画出来。所以又有人遇到那轨迹方程式，轨迹方程式，啊，这叫轨迹方程式。什么问题 ？OK， 这可以知道它轨迹啊，它走过哪些路叫轨迹方程式。甚至呢，如果愿意的话呢？你可以说这个值得到什么 ？t 等于什么 ？v cosine theta x， 把这东西带进来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只有 x 跟 y 的一个方程式了，懂意思吗？啊，就可以从这边带进来，就是得到一个只有 x 跟 y 的一个轨迹方程式，就是一个我们讲二次函数，你可以在空间中做图的二次函数。好，
OK， 好。抛线运抛射抛射运动有没有底？暂时还没有底，暂时没有底。两个月后不知道会不会。再把烟抽了过去。啊，不要两个月后了。好，一个礼拜。不用一个礼拜，三天啦。我们上礼拜是讲了，今天就忘记了。同学，这些东西不相信，我们之后我们再问你两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来。来哦，非常好。我一定不会理你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斜向抛射的问题讲了嘛，只有直接讲斜向，我们就讲牵直，牵直其实就是直线运动啊。就是歪吗？然后。水平抛射，事实上是抛射的特例，因为它没有那个一开始没有垂直的初速，啊、嗯，哦，对，哦、然后我们今天讲的是抛射哈，但是一般来讲这种题目有时候会有加上一个变形，就是说我在某个高度上抛射，某个 h 高度抛射，那物理它什么都落下，啊、哦，它落下，往哪边跑？落下，哪边跑？我在这画方向吗？同学？哦，我有一个水平，有一个垂直的高度 h， 然后我做一个抛射之后呢，我问你，它落到地面的时间是多少？嗯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只有看零嘛，对不对？零跟零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问你，水平落下到一个负值啊，对这边来讲是一个负值，嗯，好，那怎么算？或者一开始你看，我这边一开始 h， 我看你落到那个零的位置怎么算？所以就可以回到这个问题啊，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 v 零 t 是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是我们的面积，对不对？那一开始它有加上一个面积啊，它也加上一个 h 高度，所以算出来之后，你的 h 高度可以以这点为零，以这点为零的话，这个点是负 h 的位置，所以就算说以这个来算 ，s 等于。v 零 t 减二分之一 gt 平方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你把 s 换成负 h， 等于这些东西，这是一个函数，二次函数。不好理解。啊？不过没关系。不好理解。不好理解。哪边不好理解？哪边不好理解？我在讲这边，没有听懂的举个手一下。不要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要，你不好意思就学不会，不知为不知才不好，好不好？你说。有啊。是子龙要说的、啊。你要说吗？我说我。好，你说你说。那个负 h 跟 h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吧？它只是一个在上面一个。h 是一个代号，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的方程式，对不对？负 h 是一个结果啊。你看，我们以坐标方程坐标轴来看的话。这是 x 轴，这是 y 轴的话，如果你抛射点来看的话，落地在这边，这个点是负 h， 对不对？它的 y 值是负 h 的意思嘛？你把这负 h 带进去，这个 s 得到一个二元次方程式之后，你就可以解出这个方程式，对，就可以解出时间 t 啦。OK。t 时间解出来就是表示你什么时候落下。嗯。哦，就这么简单嘛。OK， 这样帮你。嗯，暂时没有。OK， 所以我们进入下一节。什么节？圆周吗？刚才也是圆周运动的。等速率圆周运动，它是讲什么？等速率圆周运动要换哪一题讲？但是陈宇有个建议啊，陈宇你要说看你的建议。你要说看你的建议。我建议就是啊，我们下次。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每一组轮到他讲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他读到的东西，然后开始内部充分补充，然后由别组做提问。但这种状况就会造成，像有时候我们一个小章节要上两堂课还没上完的那种概念，就是比如我是没读啊，然后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啊，这样。那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，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达到很好的读书效率的一个做完，就是我们不让那一组做补充和说明，我们让别组问你。所以，假如现在这个章节是冠军那一组要负责讲，也要负责，那就变成好，那由第三组做，做提问，他问你那一组。啊，要是第三组问不出个什么，他就是没。对啊。那就是你们。
那没有办法，那就是。那就没问题，那就没有办法解决啊。对啊。所以没问题的意思，相对来讲就是因为大家都懂。至少，对啊，你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当做大家都懂了。那你下一次问到一样问题，那就是老师就会骂你了，大家就会骂你了，这样不是最好吗？不是啊，所以你这样才有压力啊。就变得没有。我跟你讲的状况就是我被骂了。那然后时间就被拖掉。所以你说你要为了你这种态度，然后我们教。不是，我觉得可能一般就是。我跟你说，这样课程就可以进行。课程就可以进行，而且对。那其实我们就主要就是跟客人。不是，本来课程就可以想到客人这样。这些问题都是你想的。不用你想的，正常就是这样。你为什么要抢过一个两三个人来上课？而且高中物理又不是必修。好，我再讲一遍啊。基本上，陈毅刚讲一个重点啊，高中物理、高中生物不是必修。对啊。好，那。你也不用担心说其中退学或怎么样，我都没有什么退学，因为这课本来就是必修课，但必修课它不是必修，这样讲会很怪。它是老师决定的必修课，但是高中生可以独立去选，懂意思吗？你当你上过一段时间，不管你上了多久，上了半学期，上了四学期，更久，你觉得不想学了，不想学，不想跟我学了，就可以不用跟我学。懂吗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你也可以不学啊。当初嘉凯去考试的时候，他后来他就决定他放弃自然了，他是考国英数三科，他考自考，对。啊，他有先考学测啦，但学测没有考得很好，所以后来只有考自考啊。但是他就放弃了那个国英数，他连社会都没有读，因为他是。他只考国文数，他放弃自然跟社会哦，因为他想要读的那个学科不看社会，虽然是社会学科，但是不看社会，对，啊，所以是蛮特别的，懂我意思吗？那我讲这个不是说叫你现在好，休息时候可以放弃，我现在就放弃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其实老实说，我上次跟那个跟某位以前我们的代课老师在聊天，他说。讲到说我们在学校生存学习的状况，有的学生不是某胖，啊，某胖，好吧，他说讲到某些事情，他讲到说啊，简单一点啦，说放弃都是最快的事情，最简单的事情，啊，放弃最简单，没有错，说放弃，有很多学员啊，这个不是我的兴趣啊，我不喜啊，就放弃了，啊，这个我不想要，就放弃了。你知道你现在放弃很简单，可是你过5年、过2年，想要把它拿回来，并不容易啊。真的不容易，你根本没有拿回来，因为它根本不是你的。对，你就如果放弃了它，根本不是你的。不是，是让我们这样子啊。我们人一开始出生的时候，你的机会是无穷尽的，你可能可以做任何事情。可是当你这个放弃、那个放弃、这个放弃、那个放弃、那个放弃的时候，你的路就越来越窄，你的选择性越来越少，你可以选择东西不多。那有一点想说，为什么人家可以做这个，可以做那个，我都不能做？你回过头去看，也许10年前，因为你放弃某些东西，就是不能做这个。我也许在小时候，我放弃一个拉小提琴的机会，所以我现在不是音乐家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所以你有机会学，拜托，时间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，你可以分配在任何事情上。如果你时间分配在别的地方，那可能就放弃了你现在可以该做的事情。啊，那最近我们教授也常常在讲说，我们的高中生好像都没有高中生的程度这么快，很伤脑筋。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这边学习太没有压力了，我们没有任何要求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但我们强调自由，不能要求。我要求逼着你去学，这种学得好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学生给自己没有压力，反正不会就不会啊，再多听两次，再多听2年，再多听3年都好啦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有人听了3年还是不会啊。我没有刻意的指正那个人，不要这样子，没有。其实是四年了。我没有，不要这样子。所以你一定要思考是，我现在不会，我的问题当下就要解决。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解决它，你现在放弃了，你就可能就放弃了。放弃永远是一个最简单的路，但是你放弃之后，你永远不知道你失去什么。可是等到10年、20年后，你在想说。啊，为什么我只有这点点选择权？
为什么不能选择别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可以回去想，也许十年前你放弃了什么东西，二十年前你放弃什么东西，那些东西影响你现在。好，所以在你现在还年轻，既然已经排了必修课给你，你不要那么轻易就放弃它。你先想说，反正我没有别的事好干，我就把这事情学好。除非你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说，我就是想学雕塑，你每天去钻研雕塑，花了八个小时钻研雕塑，专门时间学物理，我可以接受。我每天去花八个小时学跳舞，我可以接受。我每天花八个小时学艺术，我也可以接受。这个东西跟物理没关系，你可以说我这样放弃物理可以。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，你每天说学戏剧很认真，很认真，也不会就一个礼拜花四个小时啊，没有别的时间啊。那为什么不利用别的时间多学点东西？多学点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不会了，这为什么不会？这明明有学过啊！我们之所以学过，因为你有脑袋，你有概念，有学过了，去把以前学过的课本再拿出来看看，把以前学过的笔记拿出来看看，为什么这边我不会忘记？你再看一遍你就会了。可是你这个工作不做，你永远就只会说啊，我就忘记了，我就不知道，那没有讲过吧？没有讲过吧？真的没有讲过，我没有印象。那实际上你讲过十遍了，还是没有印象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就很可惜了，真的是每个人时间宝贵啊。好，继续。你刚刚提议是学习最快的方式，不是这样子。我如果一问有没有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这本书马上就讲了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我上次没问题，我上次你就讲了，我上次说提问有其他组提问啊，然后假如那两组没问题，就由老师提问。OK， 这样可以。好，刚忘记了。是，好。所以加上这一点，刚好不一样，可以解决一些小小的问题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我是问问题，看我是解答问题，我都不知道。上次讲平面运动事实上是哪一组讲的？哦，很棒。就你那一组讲，你是哪一组？第三组是志杰跟子龙那组的。没有，我是陈玉跟赵总。嗯，那是同学吗？哎，没关系，我能接受。你是郭远跟浩轩，阿水你是志杰跟龙轩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是。所以平面运动的最后一个部分叫做等速率圆周运动啊。哦。什么是等速率圆周运动？先其他两组的问题要问第三组。哎，好，所以现在。我们先试试看陈宇的做法，我觉得我做法就想想看嘛。什么叫做等速率圆周运动？就是说一下这种角度。啊，角速度的意思是什么？来说说看，第三组。啊。官员提问了，角速度。第三组是谁该读？给谁该读？我说。上次我是第二组。上次平面运动谁讲的？我看平面运动。这个平面运动的部分吗？我记得我们是讲直线运动。对，讲直线运动。对。好，平面运动。来。刚刚关于问的，第一组问的一个问题叫角速度为何？我们讲，好，对啊，所以换第三组。好了，如果都忘记的话，好了，你们三组各提一个问题，我们来看谁会解答。好了，第一个角速度什么啊？其他第二组提一个问题。角速度为何？他提第二个。哎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要预读啊，这边预读。这不是问题。这不是问题，对啊，这不应该是问题啊！角速度在哪？这是问题吗？没有，你有预读过，你们问角速度在哪里嘞？他说什么集合图形的是指直点没有切线加速度，仅具有法线加速度。感觉像你跟我看真的是同一本。这个不太懂。好。我看到了。法线加速度是几？法。那法线是虚线吧？没有。两个都是官员提的。嗯。没了。就没问题了。后面没了。啊，所以这问题是什么？你们还有别的问题？后面有。哦，有很多说。直点运动什么鬼？角速度在哪边？讲一下页码。27页。哎哦。这个是不是很
奇怪。你说这个吗？这表情包了，这表情包了。打分。打分别的问题。压不过。压不过。还有别的问题不？志宏。东先。一开始看不懂，哪个字看不懂？知道意思吗？我知道。若指点，指点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指点不知道。指点我们在前面讲过，一个没有边际的点。那叫点。中的一个点，在数学上一个点什么意思？一个点叫什么意思？不是最小的单位哦，在空间中一个点。指点没有大小，没有形状，但是它具有指点。在数学上我们讲一个点什么意思？数学上的一个点。对，它只是一个坐标一个位置，它没有大小，不是只有没有面积哦，它没有大小，没有长度，没有形状，它就是一个点。啊，指点的意思是说这个点具有质量。大家懂意思吗？我要问那个，刚有个法线加速度嘛？哎。那，法线加速度。是。然后另外我要问是切线加速度。切线加速度 ，OK。切线加速度不就是切线？那就法线的加速度吗？那这样子就，这样子有回答问题吗？奇怪了，你们两个，我三厕所，今天怎么样？对啊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起来霸凌姐姐啊？不是，就是，因为在跟阿姨讲话。还有问题？赶快想一想。向心加速度。那个龙穴。你的问题就是要像刚刚一样，把每个你猜出来。我现在讲了指点，大家懂指点了吗？很模糊，因为它不具体啊，它本来就是个抽象的概念，就是空间中一个具有质量的点。啊，它本来就是很抽象的一个说法。但是这个说法你当然可以接受吗？在空间中某个点，它可以，它就是具有质量。啊？因为那个虚线是，啊，因为速度啊，我觉得它用来，因为我们都说质量一定要体积嘛，不是质量一定要体积，没有这样说吧？谁说质量一定要体积？谁说质量一定要体积？为什么质量一定要体积？你那是物质的定义，物质的定义是什么？具有空间，占有空间，具有质量，叫做物质。好吧，我们你把东西拧在一起了。指点是一个物理学上，我们在做一个简单把物理简化的时候的一个说法。你们在目前来讲，不能看一个有形的物体，你们解决有形的物体很难算，为什么？比如说那个物体，它的运动，它绝对不是只有方向的运动，它有什么？我被它丢出去。哇塞，还旋转。你就对，有旋转，非常好。哇。因为它有旋转啊。你知道吗？只要它这个物体是有大小的，你就考虑它旋转方向的问题哦。可是当它是个点的时候，它旋转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而且有势的力，它有力矩吗？我势的力在这个指点上会不会有力矩产生？没。为什么没有力矩？因为它就是小到可以。因为它就是个点。对，它是一个。所以它不会有力矩嘛？不会有力矩，不会有力臂，就不会有力矩。不会有力臂就没有力矩，对吧？因为力矩是力量乘上力臂大小，力臂的长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它没有力臂，所以它不会有力矩。OK， 所以指点很重要，在我们这个阶段考虑物体，我们都把它想象成一个指点，好吧？都是用指点来想象的。好。好。好，还有别的问题？有啦，向心加速度那是什么？好，我刚才讲向心加速。龙轩，那解决指点这两个字之后，你后面有没有问题？这样读下来。所以我讲的问题这么简单哦，同学，这一篇你看不懂，这一段话你看不懂，就是把你看不懂的全部圈起来，来到课堂上就是一个一个问，你一个一个问，一个一个解答了，会了，你就可以往下看，这才是学习最快的方法。学习最快的方法就是不懂就问，学习最慢的方法就是假装自己都懂。那是学习最慢的方法，所以你去拿那个
考前一个月、考前二十四小时、考前一周没有用。有最快的方法，最快的方法。好快啊！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快的方法，有还有考前十分钟哎。什么？十分钟我相信。你要在补习班，在补习班在进考场之前，要准备考试前，你考前十分钟，考前十分钟，对不对？八，就拿着他所谓的重点全部列出来。我有写过。考前十分钟。你所有的东西学的最快的方法就是不懂就问，赶快问。你问懂了，你很快就可以接上来，不然你问你会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大到你没有。向心加速度数跟那个法心加速度一样。哎，是方向上非常好。向心加速度跟法心加速度是有相关。可是我还不懂法心加速度，没关系。是。他说速度向量不是大小。速度。速度向量大小不变，对啊，速度向量大小不变啊，因为这句话不懂的、啊、有一点大题。 OK， 速度不变，向量大小不变，对啊，啊，速度向量大小不变这句话你们想到是什么事情？就跟前面三个是一样的。我们看它标题，这个标题叫什么？等速率。等速率哦。等速率原则要用。什么叫等速率原则要用？我不做。所以速度向量大小不变，就是它速度跟它方向大小不变，再讲清楚一点。我其实不懂速度向量。速度向量就是速度。它特别把向量拿的时候，这速度是具有方向的。啊，那我懂了。懂了是吧？好，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不是我在说的、啊。什么样？它速度跟方向大小。速度跟方向。方向不改变，只有速度大小不变。速度方向。速度就有方向。我说它方，它不会突然往。他在告诉你说，每一个速度大，速度向量大小不变，都告诉你说，速度向量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它大小没有改变。速度向量意思，其实这个向量是多说的，应该说速度大小不变。因为它向量其实应该是强调它每一个瞬间它的那个方向，它的方向是一样的。它这个在速向量在强调速度是有方向的。好，那我把这向量两个字拿掉，因为我们知道速度本身就有方向性嘛，所以把向量这两个字遮起来，你看速度大小不变，你再看这句话，这样看懂吗？速度大小不变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标题。跟标题哪三个字一样意思？等速率嘛，啊，速度向量大小不变就等于等速率的意思。等速率的哥，懂意思吗？等速率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速度的大小永远不改变，大小哦指的是值哦。简单讲，我如果手这样子绕圈圈，哦，我如果有办法绕成。这个每一周的时间都固定的话，这个就叫一个等速率圆周运动，啊？我说我如果有办法的话，就是一个等速率圆周运动，懂吗？我们现在讨论是等速率圆周，等速率圆周运动也是平面运动的一种。你的经验当中，什么时候你看到等速率圆周运动？什么时候你看到？你像具体的例子吗？啊？什么样？哦，旋转木马非常好，旋转木马是哈。不是啊，一首歌不吗？没有同不是，你有同名吗？不是吗？这是多久？没有有同名的爸爸妈妈。对，没有。连我们都有同名的爸爸妈妈。对，爸爸妈妈有同名的，所以我唱这首歌给你听啊。不是很仿。不是出息。好，我祝你好。旋转木马是等速圆周，还有什么别的？想看？我真的是好。什么？看看你直升机的那个。直升机的什么？螺旋桨。螺旋桨，它直升机螺旋桨有时候会加快它的减速啊。但是我跟你讲是应该说，当它在盘旋的时候，或在等速度运动的时候，直升机的螺旋桨应该运动。当你前面第一个等速运动，这样子也算是等速运动。如果你的速度一直维持它周期不变的话，我们可以说这勉强算是等速运动，没有错。还有别的？秒针。什么？秒针 ，OK， 但是秒针要指的是机械式的哦，因为实际是咚咚咚，真的比较等速率的啊。机械式的话，它会连续走啊。机械式的它会啊？没有连续走，你是机械式的吗？机械
个打点电脑。好，他也是有小小的歌。好吧，那是我对七天表的认识不够。还有东西啊，最近的新闻很大的啊，从日本搬到台湾的一个很大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尖角。尖角什么？啊？尖角什么？是双方鱼机。啊？你刚才在讲什么？不是双方鱼机啊。日本搬过来，日本搬过来一个很大的，全亚洲最大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什么？摩天轮嘛。啊？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对啊。现在正在盖啊。正在盖啊，在那个在中部的那个游乐场啊，有日本人企业在台湾干的，不是他那个在日本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反正在日本就运营在中部，他收起来了，但是那个整个摩天轮很贵啊，造价很高啊，收起来就亏啦、啊，所以他们在台湾找到经营的地方嘛、啊，就居有经营，但是号称亚洲最大的摩天轮啊，是哦，对，所以你啊。跟美丽华，跟美丽华大楼，它的高度据说大概有30层楼高，最高点100公尺经过啊？什么？一公尺？比什么还高？我说亚洲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它号称亚洲最高，哦，摩天轮。30层楼就是100公尺。对，摩天轮就是等距离的时候，基本上等距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它旋转速度基本上是这样子改变的。好，是。天体 ，OK， 好，卫星哦，行星运转哦。天体运转哦。啊？什么？绕的没有很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基本上我们如果从巨观的角度来看，是勉强可以算是的。好，是天体，还蛮像的。应该是圆的，算这些就会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懂等速运动的嘛。好，我们回来想一下啊、哦，记不记得我想过一个事情？假设这是一个这样子运动的水机，所以它那边有转弯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在这一点，我的速度是应该往这边斜线方向。可是我怎么在那边转弯？它受了什么样的力？或者受了什么样的加速度？他说法。法线啊，那我们不要叫法线嘛，用过去的经验。不要用那个特殊名字，不要让你现在看到现在。啊，有一个旋转力。过去的。有一个力矩。旋转力。没有旋转力哈、哦，记不记得我那天上礼拜才讲过，礼拜一才礼拜四才讲过，这东西叫运动。运动。我如果跟他相同方向的力量给他只会让他怎么样？加速或减速嘛，相同方向只会让他加速或减速。斜方向的力，一个垂直方向不是，不要讲斜方，斜方向不够。垂直方向，因为斜方向还可以把它分成同方向跟垂直方向，所以我们考虑。垂直方向，只有垂直方向才可以改变它的运动方向。好，所以简单来讲，这个东西要这边运动，它的力会从哪边来？翻向右转，它从哪边来？力，从哪边？左前，从这边过来，对。左边。它在这边运动的时候呢？哦。它会继续往这边转，它受什么力？垂直方向力。垂直方向的向上力。向下。向下力，对。啊，它到这边来的时候呢？它受什么力？向上。向上的力，啊，是应该在。他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他受什么力？向左前，左，向上啊。对他来讲就向左。对他来讲向左的力啊。啊？不要不是。好，这些力都只会改变方向，记得吧？我们那时候讲过，它会改变它垂直方向的速度。速度大小不会改变，速度被改变，因为速度方向在改变了嘛。速度大小没有被改变哦，但它方向也在改变。好，因为这都是给它是垂直方向力，垂直方向只会改变它运动方向。OK， 好。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圆周运动哈，这是一个圆周运动。哦，圆在哪里？好，我们考虑一下两个时间点。第一个时间点呢，在这里。第二个时间点在这里。嗯。对不对？这个第一个时间点的速度。叫做 V0， 第二个时间点的速度叫做 V1。V1 跟 V0 这个东西相同是什么？这个东西相同是什么？半径相同，就大小相同，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V0 等于 V1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不清楚，然后说我不知道，为什么写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因为绝对值代表大小。
不是。啊，不是，对，你是问我为什么？谁叫你在讲哪个为什么？奇怪嘞。上届。什么？啊？他没有加速度啊。因为前面我跟你讲等速率。因为他没有加速度。不是不是，陈宇不是没有加，他有加速度。我只告诉你说他是等速率。等等等，他有加速度。他有加速度吗？我跟你讲，速度之所以会改变，都是因为有加速的关系。不是，可是速度没有改变啊。好，回来看看问题啊，他的速度，他速度改变，速率没改变啊。速率没有改变，但是有速度改变啊。那个曲线不。所以现在讨论他到底改变有多少，他的速度是多少啊？它的加速度是多少啊？加速度之所以改变，都是因为有受力嘛。有加速度改变，就会改变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改变运动方向，一个是改变速度大小，对吧？我们说速度改变，再讲一遍，速度是一个具有方向的量。速度改变，改变什么？速度改变改变方向啊？有可能改变方向，有可能改变什么？力的大小。大小就不是力的大小，速度的大小。我们讲速度改变，应该是速率的大小。OK， 你可以这样讲，没有错。速度改变有其他两个东西，第一个你可能改变速率的大小，第二个你可能改变速度的方向。你可能同时改变速率的大小，同时改变速度的方向，有可能，但是也可以择一，择一也叫做有速度的改变，懂意思吗？速度的改变都是因为有加速度的关系。OK， 好，来看这个问题吧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算它的速度大小到底改变了多少，因为我们知道加速度等于什么？来，又回来最原始的问题了。A 等于什么？嗯，现在不是在 ？V 一，哦 ，V 减 V 零除以 T。什么 ？T 分之 V 减 V 零。T 分之 V 减 V 零。或者 V1 减 V0， 或者 Delta T， 或者叫做 Delta T 分之 Delta V， 对不对？我写这样子没问题。没有啊。这叫做时间变化量，这叫速度变化量。哦。时间变化量就是我从现在开始算，算到刚刚等一下算的时间，或者从我现在算刚刚从开始启动到目前的时间，这叫时间变化量。速度呢，就是从现在的速度跟刚刚的速度来做一个相减，就得到一个速度变化量。欸，我还没解决。对对对。你知道是对，等一下我读学部门。没有。等一下没有，你还是数学。我们连两节数学。对啊。只是我不知道谁上。没错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可以给点时间把这部讲完吗？好，慢慢来。快嘛。对，所以呢，这边来讲，我们知道 delta t， 我们先不知道先放着，但明天知道 v1 跟 v 零嘛。在这边 V1 是这个， V0 是这个，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向量相减？这边有个向量，减掉这个向量， A 向量减 B 向量，减 B 怎么算？加负 B， 加负 B 吧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加负 B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就这么大？然后会获得一个这个，就是得到这个向量嘛？对，对不对？A 减 V 就是从 V 为起点往 A 画嘛，对不对？啊 ，A 减 V， 所以我们要算的是什么？末速度减初速度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要减，要把它移在一起啊，你的起始点移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是这个速度 V1 减掉这个速度 V0， 对不对？对。V1 减 V0 有问题，我把两个移在一起才可以算它加减嘛。嗯。有没有问题？我没有问题哈，好，来看一下啊、哦、，A 减 B 是从这边画过来，从 B 画到 A，B 万减 B 零，从那边画到哪边 ？B 万减 B 零 ，B 万是下面的，所以从 B 零画到 B 万的，从 B 零画到 B 万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来看，你说，什么为什么？跟上面那个一样吗？不是 ，B 万不是 ，B 万是 A 哎。B1 是 A， B1 是 B0 在这里呢、啊。我只是方向刚好颠倒啊，你不能把它看你自己看后面吗？对啊 ，B1 它是放在前面。末速减初速才是速度变化量啊，对吧？嗯，是这个方向。啊，简单来讲，我再给你一个概念，就是这个方向如果当个速度，你看速度越靠越近，越靠越近的时候，很靠近的时候呢，这个加速度就很小。这个速度基本上就是垂直这个方向。那我
我们要解释一个事情，叫做什么叫防线。当你这条线要切线的时候，这个垂直方向就是叫防线。所以靶线加速度就是向心加速，因为靶线绝对对到圆心，所以靶线加速度就是向心加速的意思，这样懂吗？圆周等速率圆周运动。对，你我们这个时间隔很久啊，你如果时间拉过来，切线加速度和靶线加速度不相等啊，不会相等啊，对吗？它是没有切线加速度啊，它没有切线加速度啊，切线向心加速度，加速度和那个靶线加速度不相等，趋近于，它就是同一个东西，趋近于，它就是同一个东西 ，It's the same。No。OK， 好。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切线加速度，所以切线加速度是平行方向的，对的加线度，然后靶线是垂直方向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没有。好，直线运动我刚才讲了，就是一个点它具有质量，它的运动轨迹就叫直线运动。我们现在讲角速度哈，所以角速度就是作业啦，回去思考一下。你可以把角速度回馈给我的，啊。告诉我角速度的定义是什么的？加一点角速度，加一点。然后呢？上礼拜的问题，上礼拜四的问题，虽然只有冠宇解出来，但今天解释过了，冠宇加了两点。但是今天开始算前三个，把解法写出来的，详细解法写出来的，讯息给我的也加一点，好不好？拜托回去算一下哈，不要说因为已经解过了就不做了，回去解一下，好不好？回去解开，因为冠宇解过了。礼拜三以前解哈，礼拜三再不解，我就公布详解了。详解还有现在博宇帮我们做了一个详解哈。那你做的不好。